这是郑强教授，现在担任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学的党委书记，也就是一把手。他这个上台以后呢，就是提倡要把这个行政审批，还有就是为教授们服务好，把这个流程都简化。一句话就是说不摆官威，对吧？哎，你看他这个阅兵这个规制就跟首长阅兵一样，这样是不是会有点僭越之心呢？有点替他担忧哈。